Eason Chan， 我想問一下咧 ，H3M 係咩意思咧 ？H3 其實咧就嚴格嚟講唔係叫 H3M 嘅，就係 HHHM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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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嗯，係咪好扮嘢咧？讀得冇錯 ，H Cube M， 即係 H 嘅三次方。嘅 M， 嗯，唔係嘅 M 係 M， 咁即係陳奕迅嘅最新廣東大碟咧，就係、是、你中意點就點嘅，即係你中意叫咩，即係我想個空間發大啲咯。當然我哋自己有一個解釋嘅一隊樂隊，呢個係一個樂隊名嚟嘅，即係一個總之個 hint 咧就係、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 ，PMPS， 所以我哋咧就呢個樂隊咧，亦都有個簡稱 HHHM。咁你自己諗究竟係乜嘢啦？其實叫好玩啲嘢咁樣，係啊。我就自己譯咗一個叫做好好好賣咯，或者好好好猛，或者。是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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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都得的，其實是好開明，是好開明，是好開咩門？咁我想問一下，係好開咩咁樣得嘅喎？係好開咩？即係搞得好開。係好開咩？係好咩？係好開咩？依都得嘅喎。其實係咁，其實真係個原意就係咁咯。即係你可能講好無聊，但係就係咁無聊咯。即係好就係、是、你任你點噏啫嘛。即係你聽完只碟嘅歌之後。你安咩落去就咩落去就咩落去啦，即係我哋當然點解有三個 H 跟住一個 M 係即係係有啲解釋嘅，咁有時有啲嘢做啲嘢出嚟係你自己明白，跟住人哋可能係完全get 到另外一個意思或者個空間，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好多歌迷都話鄭信即係你哇你好型啊咁樣咁即係有啲人覺得係聽落去話，哇！你即係而家笑緊我啫，哦，係咪？即係有啲人可能聽到覺得，嗯，啊，你都幾坦白嘅喎，即係睇你點睇嘅啫，其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個空間幾大嘅呢樣。唔係有型呢樣嘢，有隊 band 係真係型啲嘅。咁梗係啦，後面成班人都睇。我都唔明點解啲 band 成日都。即係我講緊外國嗰啲嘢啫，永遠都係啲 model 咯，係咯，啲女朋友啊，點解？點解香港嗰啲係咁嘅？都可能有 model 嘅，都唔係啊！你其中一個樂隊成員都 OK 啊，係咯 ，OK， 幾型啊，隻眼啊嘛。係 OK， 咁其實呢只碟嘅好好好明，係喎，嗯，可以發展一下呢句。